家人们，今天啊，跟那个后期聊天，说之前录的一期节目的事，然后小红告诉我说那个凯哥，咱得赶快讲那关于司机的事儿了，因为咱下边的留言，好多朋友都想听这方面的故事，啊，我这不马上呢，就拿出之前的一个采访，赶快就给大家组织起来。咱们今天的这件事儿啊，讲述故事之前，先得谢谢来自河北的这位姓李的朋友。这位大哥呀，岁数不小了，啊，对于网名什么，人家也没给我，就告诉我说我姓李，你管节目里边叫我老李就行了。李师傅当年啊，在河北省一带开这个老式的这种运输卡车，他说我足足工作了近30年，直到第30多年的时候，我这才开始带徒弟，啊，让单位给分配到车队里边管车队。在这30年的路途上啊，我遇上的这些你们想听的这些怪事儿，那我一天也讲不完。然后我就问李师傅，我说那您有没有就是说什么能够让我们听着特惊奇的，咱先摘着你的最精彩的故事，咱先讲一期。李师傅就跟我说呀，他说他觉得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开车开到10来年的时候，有一次从秦皇岛开车回邯郸，这回走的是国道，在这国道上遇上了一档的事儿。这件事儿啊，让他害怕了好长一段时间，甚至他说后边老长一段时间走这条道，心里边都有阴影。这事儿还不是咱们常规的那样的故事，事情并不是发生在高速公路上的。他说这件事儿啊，是发生在国道上的一间旅馆里边。当年出事儿的时候，李师傅啊，他并不是从秦皇岛始发站，其实他是从外地别的地儿先开到秦皇岛，然后把车上的东西卸掉一半，然后从秦皇岛半车再回邯郸。他从秦皇岛卸完车出发的这天晚上，实际上啊已经非常累了，本来按照他说是不应该出发的，应该在秦皇岛找个地儿休息，当时觉得自己行，就奔着国道啊照着老家的方向就开去了。可是这开到半道上，到了晚上7点多钟的时候，他说不行了，俩眼打架，而且花，并且开着半截车呀，有差点睡着的嫌疑。他一看，这可不行，必定是个老司机了，有一定的经验，疲劳驾驶那是卡车司机最忌讳的。因为您呢，不知道开没开过卡车，小车要是疲劳驾驶，有点什么事儿还能有个反应，这大车呀，要是出了紧急情况，车都塞不住，因为车自重太大了。李师傅非常明智，就在这条路段的随便的路边上找了这么一家小旅馆，当天晚上把车安顿好了，然后就住下了。当天住的这间旅馆呢非常普通，就是一个农民房改造成旅馆的。李师傅说呀，说没什么特别可给大家介绍的，但是让他完全理解不了的是，就这么一间平平常常的旅馆，李师傅当天晚上住到里边，从10点多钟睡着了之后，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这个梦啊，做的就好像跟现实中发生的一样，特别特别的真。梦境中啊，李师傅梦到自己早上起来从旅馆起来，把车安排好了，然后就开车上路了。在梦里边啊，车开出去了没有一会儿吧，不知道是移形换位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在梦里边画面哗的这么一变，他说啊，我就到国道上面了。然后到了国道上，开在公路上没刹车，可是打老远就瞧见路边啊有个女的对我招手。这女的20来岁，长得是特别的漂亮，穿的一身衣服也特别好看，上身穿个紫色的上衣，下边穿着一条红色的裤子，虽然打扮的古古怪怪的，但是怎么瞧怎么也是个美女。当时这女的站在路边冲我招手，招得特别凶，而且这大庭广众之下也没啥事儿，又是个女孩子，本身李师傅这会儿也年轻，对于女性啊是吸引力非常失控的，那自然李师傅就把车停在了路边，跟这女的聊起天来。这女的啊跟李师傅聊天的内容啊，主要意思就是告诉李师傅，希望李师傅能
带他一程。他跟李师傅说呀，他说他让人给害了，让人家丢到了这公路上，并且这女的还把自己家里的地址跟李师傅说的清清楚楚。李师傅其实当时是想帮这女的一把的，但由于自己车上面有货，不能私下乱改航道。你说没事儿，你开到别的城市去了，这要出点什么事儿，回去担待不起。在梦里边，李师傅就跟他说明了情况，告诉这女的说呀，说哎呀，小姐姐，你要去的这地儿啊，距离我们邯郸太远了，这路上有的是车，你再找个别人吧。我呀不是私家车，我这是工作，万一咱要半截出点什么事儿，我可就麻烦了。说完之后，这女的非常失望，看着李师傅，李师傅也没办法，摇上车窗，开车呀就走了。虽然李师傅开车走了之后，走着走着，他就开始啊不经意的从后视镜开始观望这个女的。哎呀，李师傅这回发现呢，刚刚没让他上车的那个女人一直在李师傅的车后边追他，一边追啊，这一边还招着手喊。哎呦，当时李师傅说梦里边这画面挺难过的，但是我又不敢停下来，因为要是20多岁的我没分寸，弄不好啊真拉他一程。现在我比较老成了，这公路上什么事儿都可能出，我后边拉的这车祸我担待不起，一狠心开着车呀我就走了。这天晚上这个梦结束了，李师傅醒来的时候应该是2点多钟。他说这晚上醒来之后，这女人那长相，哎呦，烙在我心里是特别的深。醒了之后口渴，一边喝着水一边还想着刚才这梦。哎呀，他想这女的长得太漂亮了，浓眉大眼的，是要哪儿有哪儿。呵，这要现实中遇上了，我也许不会像梦里那样，弄不好啊我真宰的一程。本身现在李师傅也没有女朋友，说不定啊还能发生点什么了。这事儿啊就这么着没发生啥事儿，李师傅喝完水就继续睡觉了。虽然睡着后李师傅又做了几个奇怪的梦，但跟咱今天的故事没啥关系。这一觉啊，李师傅就直接睡到了转天的大早晨起来。早上天一亮，李师傅赶紧收拾东西。他说记得应该是早上起来7点半左右就开车呀上路了。早晨起来啊，李师傅开着卡车到路上之后，根本就没想起昨天的事儿。一路上唱着歌，听着音乐，哼哼着小曲儿，就在国道上这么开着。他说开出去了大概应该有个40分钟左右吧，已经正式的上了国道了。这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国道上的车的确也是不多，这当时路况又干净没啥车，我当时特入神听着这首新歌，一边听着一边跟着歌的节奏哼哼，正哼哼着高兴的时候，我就听我的后轮胎呢蹦的一声，这车呀放炮了。哎呦，这下把我吓得，当时整个车哐当跟着一震。不过还好，我们这种大卡车呀，这轮胎后边全都是3组轮胎，中间一个轮胎破了，不会像小轿车那样，一下车就开始打滑了，倒没发生这种事儿。但是虽说车况没什么问题，可是我还得停下来，毕竟这卡车我得爱惜，我呀，不自然的就把它停到了路边上。到了路边上之后，把车停得稳稳的，我就开始从前驾驶拿出工具，然后寻找到底是哪个胎爆了。哦，一看是后胎的中间那排其中的一个轮胎。然后接下来很正常，拿出备胎准备更换。当时换备胎换了好半天，这种大车轮胎是非常难弄的。换完备胎之后，我是全身是汗，满手全都是油。当时没办法，就从前驾驶拿出脸盆倒了点水洗了洗手。洗完手之后，我端着这脸盆想把水啊泼到路边的草棵里，然后跟手啊我还想再上个厕所方便一下。就当我很放松端着脸盆往路边的草棵里边扬水的时候，呀，我这手抬起脸盆刚要往路边泼水，发现
距离我十来米的位置，这草窠里边像是躺着个人。当时看完这一幕，吓得我一激灵，我怎么瞧那是个人腿，这人应该像是一大半都躺在草窠里，有一只腿啊伸出来。由于草窠的杂草非常高，我这个角度看不清楚，我当时特紧张，手里提着脸盆，连手里这水啊我都想不到倒了，就朝着那个人呢慢慢的走过去了。等我走到了草窠旁边，我这仔细这一瞧啊，我脑袋当时嗡的一下子，这躺在草窠里边的这人我怎么好像认识啊。这人上身穿着一个紫色的夹克，下边穿着一条红色的裤子，脚底下蹬着个皮靴子，长头发。当时由于他的一半脸是侧着呆着的，再加上旁边的杂草挡着他，我呀看不太清楚。可是这就是个傻子也能感觉得到啊，这人呢已经死了。在我采访李哥的时候，李哥跟我说，他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死人，如果要是专业人士的话早就能分辨出来这是个死人，但我当时不相信自己。最可笑的是我还差点伸手扒了他一下，其实我都人啊快已经蹲下了，我这脑子才明白过来这是个死人呢。这吓得我当时把脸盆往边上一扔，叫了一嗓子，一下啊我就跑回车那边去了。等我跑回车之后，到了卡车边上冷静了半天，这才敢拿手机拿出来打电话。当时我就打的110，警察呀不大一会儿就来了。警察来了之后就没完的盘问我一些细节，问我到底是哪儿的人，为什么从这儿经过，几点看见的。我跟您说吧，这一天呢警察差点拿我当了犯罪凶手。因为啥呀？因为我那回答完全都不正常，我把昨天晚上的梦和今天发生的事儿全都给毁为一谈了。我竟然傻呵呵的告诉警方说啊，说我昨儿开车的时候，这女的想上我的车，都怪我没拉她，可能当时我是吓迷糊了。然后我又告诉警方说，我说不对不对，这是我昨天做的一个梦。把当时那小警员听的就觉得我这人呐不是个神经病，那就是杀人凶手，所以我这倒霉当天就让警察给我带回了派出所。亏了我车上拉的货不是赶紧要的东西，这一下我在派出所是整整待了两天。哎呦，您说我是多冤呢，我当时把我晚上做的这奇怪的梦，梦到过这女人的故事，是从头到尾反复的给警察讲了5到6遍，可能直到今天啊也没有一个警察相信我。到了最后，他们可能也是去旅馆调查，发现我的确有不在场的证据，还有在之前我说的这些我送货经过过的单位，他们也全都打了电话，这才排除了我是嫌疑人的可能。但是我能感觉得到，那几个年轻的警察，他虽说认为我没杀人，但是我这神经病的案是绝对的给我定了。亏了不是在我们本地，不然这要找到我们单位去，跟单位都没法解释。哎，反正这件事儿当时弄得我是上不来下不去。本身这是一件灵异事件，而或者是说，是这女的给我托的梦，她提前知道我会从这儿路过，但让警方这么一弄，这件事儿我也没觉得太害怕了。其实现在回忆起来，我得谢谢警察叔叔。为啥呢？如果要警察叔叔不给我带到派出所里边，那我那天要是走了，这估计后边这个女人得老出现在我梦里。哎，反正人一遇到这种邪事儿都尽量往好里边想，
毕竟李师傅是个乐观的人。可是咱这故事再往下边讲啊，这会儿我就得问您个事儿了。您还记得刚刚我在故事跟大家说了吗？老李昨天晚上做梦的时候，他在梦里梦到这女的，这女的准备上他的车，并且把自己居住的地址跟老李讲的是清清楚楚。嘿，您猜对了，老李在警局里憋了这两天，给警方提供故事细节，来龙去脉说的都是自己这点事儿。他呀当时就是给忘了这地址了。后来老李说，这是到了第二天下午的时候，有个老警员跟老李聊聊，老警员觉得老李说的事儿虽说玄幻，但也不是不能相信。老警员就一直引导着老李，让他想他呀在梦里边还梦到过什么东西。哎呀，当时咱这李师傅是千思万想啊，这在这老警察的引导下终于想起来了。哎，这女的昨天晚上在梦里告诉我的地址了。哎呦，老警员当时一听老李说这个，马上就让老李静下来，说你慢慢回忆，你还能大概其说出来吗？虽说老李说门牌号码太具体的地儿我忘了，但他是哪儿的人我还是知道的。就这么着，老李呀就把梦里能记起来的东西全都告知了警察。警察当时听完老李说的这事儿，马上就让小警员给这女人所在的城市打电话。结果这电话一打过去，哼，还没一分钟了，人家那边就直接告诉这边的小警察，哎，您说的是对的，我们这儿的确有个失踪人口，现在全家都在找他，家里正在着急了，是个女人，今年26岁。哟，当时小警察脸色也白了，觉得这事儿太奇怪了，马上让对方通过传真就发过来了文件。好家伙，结果跟这文件一核对呀，那正是他们在路边发现的这个女尸。其实好多朋友都想问，这女的是哪儿的？老李啊，不让我说。换作您身上要招惹上这事儿，您会给人透露这些消息吗？我觉得他能讲出来这故事，已经很有勇气了。其实李师傅就跟我说嘛，他说这故事随便投给哪个编剧，哎，找点好演员拍个恐怖片啊，当玩儿一样，里边加以渲染，做个90分钟的电影，弄不好啊还得有一定的收视率。我其实也一再的问李师傅，我说李叔，您这个到底这是巧合呀还是怎么回事？李师傅说他后来找一些人呢问过，一些稍微懂行的人告诉李师傅说呀，说你跟这女的应该是上世有缘，可能是你们俩应该呀在后边有缘相见，但这女的这尘世已尽，所以呢跟你能搭上界能沟通是。其实还有好多细节的解释，太深的话咱在节目里边不能讲给大家。其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些怪事奇事有的是，您上网查一下，您可能听着这故事觉得老李这事儿这太玄乎了，其实网上边那些写亲身经历的还有讲述自己身上一些怪事的比老李这邪门的多的是呢。今天啊这事儿是我一哥们儿告诉我的，这哥们儿我还是不能跟大家透露真名字，哥们儿的网名啊叫涅槃重生，哈，您看这名字就够神的，所以这人呢身上指定有点奇怪的事情。这哥们儿人呢是东北人，早在好多年前就一直生活在天津，算是一个从东北到天津打拼的奋斗青年。他说当年我来到天津之后啊，第一件事儿就是先找工作，这时候我非常盲目，不知道接下来从事什么行业，这选了半天最终自己决定啊想干房地产。其实这会儿年轻脑子是空的，就觉得这房地产能赚大钱，
可是这房地产要想快速的入门起步，其实您呀一说就知道，那指定我就先找了一家房屋中介上班去了。嘿，您别说，没想到的是这工作找得非常好，本身我们这东北人的这口才就比一般人要顺溜，再加上天津人跟东北人沟通起来也比较快，一来二去呢，我自己手底下就有好多客户了。而且啊，我这人特别的勤劳，天天四处打听哪有房源啊，哪有买主啊，所以我做的算是啊小有点门道，当时在我们这小企业里算是个风生水起了。就在这么平平常常的这么一天，这天呢，我刚刚到了我们这门市里边上班，拉开卷帘门进去坐下，这茶水还没沏上，忽然从门口啊进来一个大姐。这大姐呀，个子不高，小个子，脸呢面黄肌瘦的，马上我就迎上去。哎，我说大姐您好啊，您是看房还是租房买房啊？当时这大姐看了我一眼没说啥，人一看就是特内向那种，回答我说呀，小兄弟，我呀卖房子。呵，当时我这一听大姐要卖房，这感情好，现在正缺房源，马上就询问了她地址还有单元的多大平米数，单元到底在哪个位置。大姐马上帮我描述了一番，当我们俩谈到价格的时候，一下就把我给惊讶到了。这会儿我这做生意的私心就想起来了，因为大姐跟我说出来这房子呀，当时的平米数据我估算应该是价值在30万左右，可是我问大姐想卖多少钱，这大姐张嘴啊只要26万。哎呦，这是好事啊，这房子我有信心快速交易出去。其实现在回忆起来，那会儿我要口袋里有钱，当场我就跟这大姐谈了，可是这必定口袋空空，所以啊我就哄着这个大姐签了合同。大姐人也痛快，直接把字签了，房门钥匙也给了我，就让我呀帮她代理销售这间房子。那这会儿您听到这儿肯定就好奇了，大凯，我们不管，你得把这房子地址给我们说说，别都什么弄得扑朔迷离的。我呀就只能告诉你，他这房子在中北镇，是天津人一听大概就知道在哪儿。您说非得把这具体的门牌号小区号给您说清楚了，那不毁了吗？是不是这道理？您说我这节目还怎么做呀？反正就这么着，这小伙子拿到了大姐的钥匙，当天中午就把这间房子直接刊登到网站上，然后四处开始散播消息，同行业内进行宣传。到了下午还没两三点钟了，这电话就炸了。这电话打过来之后，有客户有中介全都是询问他这房子怎么这么好啊，啊在哪哪哪啊。当时咱这销售的小伙子就觉得，哎呀这太好了，这真是门好事，这房子不行我再往上多叫2万，这样的话佣金拿的也高。可是当时根本来不及让这小伙子想，随着下午到四点多钟的时候，就已经有人跟总部约着看房子了。到了当天下午4点半，小伙子接到了一对最靠谱的夫妇电话，这对夫妇呀好像是特别着急买房子，跟小伙子约好了明天早上起来9点就定死了要看看大姐要卖的这间房子去。说话到了转过天来早上，按照约定的时间，小伙子在中介处见到了这对夫妇，夫妇非常年轻，而且一看就特别的着急买房，这一路上跟小伙子聊的全是房子的事儿，三个人呢奔着这间房子就去了。这天呢是咱这小伙子第二次去这间房子，在之前大姐给完他钥匙，他后来约过大姐一块到过那间房子，房子里边装修老了点，小伙子把房间放了放味儿，装修简单进行了收拾，这样能方便购买。
也就是说，这会儿奔着房间去的时候，咱这销售小伙呢是信心满满，觉得这对夫妻到里边应该就是没问题了。等小伙跟着夫妻到了这间房子的时候，小伙先是冲在前边跑到了六楼，到了六楼拿出钥匙就打开了这间房门。可是这当时这房门刚一打开，这怪事儿啊就发生了。怎么回事？这原本这房子已经好几年没人住了，但今天早上小伙子伸手用钥匙开门之后，发现这房子里边站着个男人。小伙看见这男人的时候，那是吓了一大跳。两夫妻在后边，人家没觉得什么，人家不知道这间房子到底有没有人住啊。但小伙知道房中不该有人。他当时开开门之后，马上就往后退了一下，弄得两夫妻也跟着吓了一激灵，然后这才再次缓过神来，再走到那房子里，马上就开始询问站在阳台边上的那位男子。大哥，哎，您好您好，我们是看房的，您是那个吴姐家的亲戚吧？这男的当时一个人站在阳台边上，小伙子跟他说完话之后回头看了他一眼，然后也没说什么，又转过头来朝着窗外看去。小伙这会儿就觉得奇怪了，这人神经病吧，就算是你们家亲戚上这待着来，我这跟你说话也不理我。可此时啊，正在咱这小伙子好奇的时候，后边那对夫妇人家不干了。那怎么回事啊？因为在后边的这对夫妇，当时他们俩认为这个房屋中介的这小伙这是不是脑子有点病啊？这门开开之后进到这间房子里，眼前一个人都没有，可是这男的竟然对着空气啊跟人家打招呼。夫妻当时就觉得不对了，马上就询问咱这中介小伙，哎，哥们儿，你这跟谁说话了？小伙当时用异样的眼神看着这对夫妇，意思心里边想的潜台词实际是，干啥呀你瞎呀，你看不见这屋里站着个人呢？但这话不能这么说，这必定是客户啊。小伙当时就跟这对夫妇说呀，哦，没事没事，这可能是他们家亲戚啊，您不用管啊，您就看这间房子就好了。这对夫妻这会儿啊就觉得有点古怪了，但是由于当时现场僵在那儿，也没说出个一二三来，就跟着小伙的引荐挨间卧室开始溜达。等过了一会儿溜达到阳台那的时候，小伙跟我说呀，这男的还一直在那站着，到阳台那儿我还特意绕开了他的身位，把阳台门开开好引这夫妇进去让人家瞧房子。反正整个这个看房的过程速度非常的快，因为这对夫妇人家不干呢，人家当时觉得这是一个神经病在卖给我们房子，要不这房子要这么便宜的价格呢？所以这对夫妇当时就是应付，你呀、啊、给他指哪儿他都说好啊，行行行，这房子挺好的，没问题。然后基本上就是半推半怂的，就快速了离开了这间房子。就从这天走以后，从这儿开始，小伙子连续带人看房，换了得有三四个主顾。这每个主顾跟着小伙到了这间房子，小伙说我每次开门都能看见那男的在房子里。到了后边最吓人的一次是约到晚上八点多钟。这天晚上八点多，我开开房门，打开房门之后屋里边没人。当时灯是黑的，我随手就把屋里灯都打开，然后引荐着客户把这房子溜了一圈。客户给的反应是嫌这房子里边有点旧，
我就跟他们说，我说这么便宜的房子，然后开始啊挨个打开这些橱柜衣柜给他们瞧一瞧。可能当时我是忙晕了，再加上急于卖掉这间房子，这临下楼的时候，我这手机啊落在房子里了。可是当我发现手机落在房子里的时候，这会儿已经下到一楼了。我这才招呼看房的这人，让他呀在门口等我一会儿，我上楼去拿手机去。就是这次拿手机，我到了八楼之后，刚把房门打开，还没来及随手开灯，我就看到一个男的坐在这大厅中间的沙发上。这下可把我吓坏了，屋里的灯全是黑的，然后我马上随手就摁开了灯。我就跟这男的说呀，哎呀大哥，你这吓我一跳啊，这晚上怎么，你是啥时候进来的呀？刚我没看见你啊，这咋不开灯呢？这男的还是像往常见到我一样，是特别的酷，说白了就有点装逼，坐在沙发上啊，翘着个二郎腿。我跟他客客气气说了几句话，当时冷眼的瞪了我一眼，没说啥，冲我点了一下头。我就拿了手机关上房门呢，赶快就离开了。您说咱这故事，这涅槃这哥们儿神经线真是够长的，一般人在这会儿已经提起警惕了，可是这东北的这位兄弟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他一直认为啊，这应该是房主吴姐一个借住的亲戚，还有就是他一直以来没跟吴姐说过这件事，所以他呀没觉得有啥奇怪的。这直到了又过了这么五六天吧，可能是吴姐着急用钱，吴姐这边就恨不得快速卖掉这房子。五六天之后的这么一个下午，吴姐啊跑这房屋中介公司找咱这小伙来了。到了公司之后，吴姐就问他说，这房子我们价格要的不高，怎么卖这么长时间没卖出去呢？小伙当时跟吴姐也是哑口无言，说我也不知道，看的人非常多，对您这价格也都非常满意，可是瞧完之后大家伙都不太高兴，所以说这房子一直搁这趴着。不过吴姐您放心，我呀尽量的帮您快点退。俩人就聊着闲天，当时小伙也忘了到底是怎么提起来这房里边有人了。总之就这么聊着聊着，小伙随口就搭了一句，告诉吴姐说住在房里边那亲戚，我每次去他都在那儿，有这么一天晚上还闹了个误会，我呀一开门，这屋里黑着灯，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吓了我一大跳。这会儿涅槃说话的时候非常放松，没当多大事儿，可是忽然间跟他聊天的这房主吴姐脸色一下就变了。当时这面黄肌瘦的吴姐眼睛特大，一下瞪得秃隆秃隆圆，两个眼睛瞪着咱这小伙就好像受到什么惊吓一样，并且此时吴姐这嘴唇也打起摆子来，哆嗦着就开始问这小伙，是你说你是哪有人呢？咱这房子里我们家哪个亲戚啊？咱这男主角这会儿就更奇怪了，马上就反问啊，说吴姐啊，这房子里你不是住个你们家亲戚吗？这头一天我跟你去时我没看到，到后边看房几乎他都在呀。这人奇奇怪怪的，这是您家的谁呀？我跟他聊天他从来也不理我。吴姐当时听完他说这个，这张开嘴刚要好像跟他解释什么，然后自己马上把嘴就给闭上了，告诉这小伙说，我知道是谁了，没事。这天的聊天就这么结束了，吴姐临走也没说啥，也并没有嘱咐让那小伙子着急卖房，而且吴姐走的是匆匆忙忙的。就从这儿开始吧，
这小伙一直也就没再见过物件。这间房子也是古怪了，价格比行情价得低下去8万到10万块钱。可是在后边的日子里，小伙是怎么操作，这间房啊就是没人交易。这一来二去，这房子的事儿让总部的人给知道了。哪个总部呀？就是小伙当时上班的这公司的总部。公司这边全都是聘用制的，可是人总部有钱呢。总部得知了小伙这房产之后，马上就派了个专管员过来，告诉小伙说啊，说联系房主，这间房子该给你多少中介费，给你多少中介费，照样也是给你们门市，这房子总部收了。嘿，小伙这一听，这好事终于来了，总部给的钱的也是钱呢，而且那边大老板手大方，那一分中介费也不会少我的。马上啊，他就打电话给了吴姐，但是当时没在电话里跟吴姐说清楚，就告吴姐说啊，咱约个时间，我这边找找买家了。吴姐，您看您说个日子，咱来我这儿进行交易，马上把全款给您，然后咱就可以进行啊过户了。嘿，就这么着，小伙子真把这单生意给促成了。后边经过吴姐来这边反复办了几次手续，办完手续之后，这房子慢慢也就落定了，落定下来马上啊就等着过户那天了。可是让这房屋中介的人，所有当时去的在场员工万万想不到的是，过户这天呢出了大事儿了。接下来发生的这件大事儿啊，要给大家讲，咱得先从吴姐这人讲起。为啥要跟大家先嘱咐嘱咐吴姐呢？不然您到后边会理解不了的。吴姐当时啊说的这口音，一听就是天津的郊区，而且吴姐从穿着打扮还有这举止言谈上，明显应该是没上过啥学，所以吴姐对咱中国的这些法律不太懂。正因为吴姐这没文化，所以到过户那天闹出了一个怪事儿。啥怪事儿呢？到了过户这房产登记口那儿，这在场的中介这几个小伙子才发现呢，吴姐带的这房本根本不是他本人。发现吴姐房本不是本人的时候，咱这男主角此时并不在吴姐身边，一个人在那边排队，好像是在办别的手续什么的。这会儿是同事把他叫过去的，同事告诉他赶快过来过来，快点吧，这出麻烦了，这个你这买主带着房本不是他的，合着咱一直让他耍着玩，这房产证根本不是他本人。这时候涅槃听完这个就觉得，哎呀，这不可能啊，我记得吴姐跟我说是他的房本啊。实际上这是涅槃工作的疏忽，并没有考虑检查这客户的房本，等于是白忙活了这么长时间。这会儿涅槃脑子就有点大了，低着头啊，反正挺不高兴的，朝着吴姐那个窗口就走过去了。那等他走到吴姐窗口旁边，这会儿咱正常人的反应就先得瞧瞧这房产证，看看同事说的对不对，是不是吴姐的名字。就当咱这小伙子打开吴姐那房本的时候，哎呀，这一看房产证上的照片啊，真不是吴姐。为啥？因为太醒目了，这房产证上是个男人的照片。哎呀，这吴姐怎么这样办事呢？这就是咱当时中介小伙的第一反应。可他冷静下来再仔细一看，哎，这照片上的这男的我貌似认识，这不就是每天在房子里我以为是吴姐家亲戚的那男的吗？此时他觉得有救了，哦，原来人家房主天天在家，吴姐弄不好啊是人家媳妇儿，这就是他第一的反应。可是小伙马上就拿着房本询问吴姐，这之后得到的答案把在场的人呢差点给吓死了。为啥呀？因为跟咱这小伙子问话有一定的关系。小伙他不知道这男的到底怎么回事啊，
张嘴就告诉吴姐说呀，哎呀，吴姐，这男的等于是这个人的房子是吧？这人不就是咱房屋里边那个我每次去看房在那待着那人吗？你这过户你可能不懂，你得叫房主本人过来，本人不过来的话，这玩意儿你代理不了啊。可吴姐当时听完小伙说这个，这嘴里说话就开始拌了算了，不知道吴姐当时说的是什么意思。小伙跟吴姐就反复的解释，这直到解释了半天，吴姐告诉咱那小伙子说呀，你呀那个也别跟我再说了，我呀其实知道您说的嘛意思，就是说必须这房主本人过来过户，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哎呀，之前我其实想告诉你的，但后来啊我又不愿意说，为嘛呢？因为那天下午你告诉我说，你说你在那房子里看见个男的，这就不对了。还有你今儿你又告诉我说，你看那男的就是房本上这个，这就更不对了。你这样啊，我跟你说完你别害怕，我也不知道你这是在哪儿看见的。这房本上这男的是我哥哥，我大哥比我呀大九岁，我是他亲妹妹。我这大哥呀大半年前就死了，你非说你看见过的，所以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讲了。哎呦，当时在场这中介几个人听完这大姐说这个，这顿时一下就明白了。这会儿咱这中介小伙啊，这俩腿都软了，马上就反问吴姐呀，姐呀、啊、你这可不能闹着玩啊，这我每次去都看见他了，你说他死了那不可能啊。可是吴姐这会儿那除非是骗他，除非哄他，其实也没啥跟他可讲了。这件事儿这到了后边大家才完全明白，吴姐那天说的没有一点的瞎话，只是这大姐呀不了解法律，她觉得我哥已经去世了，并且我哥没结过婚没孩子，我们就是他唯一继承人，那我就有权利卖他这间房子。但这个是不符合咱中国法律的，因为你这得正式的申报法院，然后啊该给谁继承给谁继承必须要经过判决，所以吴姐没走这手续，她拿着她大哥这房本上这卖房子来，那指定是不能给你过户的。不过听完我讲这些您也就明白了，吴姐没有骗人，大哥呀于大半年前早就离开人世了。晚上好，家人们，今天晚上啊给大家又要讲故事来了。咱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说的这件事儿啊，这是受最近好多朋友们说跟我说，大凯你有没有亲身经历啊，有没有你自己的一些事儿，我们想听听，你天天在这讲的都是别人的事儿，你自己应该也遇上过一些。其实我在早期的一些节目里边说过，但那会儿录制是拿手机录的，录的并不是太专业，所以说说的并不清楚，好多新来的朋友根本没听过我自己身上的故事。那不今天嘛，我这跟小红研究半天，决定还是把咱这故事重新的给大家讲一遍。由于我这节目呀是脱稿节目，没办法说每期节目都是一样的，说白了并不是照稿给您念的，所以细节上有一些出入，但故事本身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您呢也算听听我，听了我节目这么长时间了，听听我到底之前是干什么的，还有就是我身上到底啊发生过什么您感兴趣的事情。其实我要给大家说关于我的这件事儿，您听完这件事儿自然也就明白了，大家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为啥我就对灵异这东西这么感兴趣呢？其实和我的这个经历有非常大的关系。我跟您说一下，在我长大之后，也就是说我懂事了之后，遇上的一件让我根本没法解释的事儿，就是发生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我的大学呀、是在天津上的，当时在天津学的是美术专业，考大学期间一直啊天天在画室里边画画。等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到手，还发现自己正式上了大学的。但是这会儿啊，由于长期在画室里边闷着天天画画，干脆也就上瘾了。上了大学之后，这油画也停不下来，最后和画室里的几个小伙伴，我们最终决定开一个私人画室，专门给天津的一些画廊供画。在那个年代，一张画也能卖个千八百的，也就是说，按照那会儿一个大一学生来讲，这个算是一个小营生。就这样，加上我们几个人手底下的活还过得去，跟四五个画室联合，没些日子我们就不能在画室里画，因为工作量太大了，画室必定人家老师得教学，我们就要面临啊租房子了。我当时虽然岁数是最小的，但是好多事儿都是我来主理。当时这间房子就是我本人找的。在哪儿找的？我跟天津的朋友一说都知道，就在滨江道的中心公园一带。中心公园那儿有这么一个九路汽车总站，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啊，离开天津时间太长了。这九路汽车总站旁边有这么一溜老房子，这个我能确定，这片老房子已经拆迁了，所以我现在敢跟大家说出来。咱们接下来要给大家讲的我这个经历，就是发生在我租的这间老房子里边。但是讲述故事之前，我得先跟大家呀说一下这房子的构建。因为外地的朋友没去过天津的，他不知道天津所谓的这老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实际上中心公园一带啊，当年是租界地，说白了就是外国人在咱们中国人的土地上盖的这些洋楼。这洋楼其实一个个都是当时老外一户一个人家盖下来的，但解放之后赶走了这些八国联军，这些房子咱也不能拆了的，毕竟那都是钢砖盖的，洋人盖的东西都非常的结实。当时咱们国家呢就把它分配给了老百姓们，可咱们中国人多呀，再加上那会儿刚建国条件也都不好，分配的时候非常奇怪，把这一间别墅啊分给七八户人，也就是说这间别墅里边大家共用一个厕所，在别墅的楼道里边做饭，每个房间就是每一户人家。就这么着就形成了天津的五大道，所谓就是现在大家去旅游玩会发现这五大道的洋楼里边住的其实啊是好多户人家组成的。其实跟北京的大杂院四合院非常的相似。我当时租的这间房子就在九路汽车站边上的一片洋楼其中，这间房子看样子起码得百年左右的建筑。房子虽然外表看起来像洋人的房子，但是你走到里边那生活条件是非常简陋的，厕所也都是那种反正用了好久非常陈旧，大家伙用一个地儿，洗澡您就别提了，那只能去附近的公用澡堂子。楼道里边黢黑一片，因为常年大家做饭，这油烟呢熏的是整间楼道的墙几乎都是黑的。但是我们不在乎，因为啥呀？因为天津的画廊都在这滨江道商圈一带，我们得求个方便。再说了，我们又不住在这儿，不就是干活画画吗？由于那儿的房子单间非常便宜，就这么着，这所有的原因综合起来，我就在这间房子的二楼位置租下来了这么一间。这房子租完之后，起初跟邻居之间呢发生了一些小问题，因为这邻里邻居之间一看忽然间这楼里搬来这么一伙子人，我们当时这造型非常怪异，大长头发，一个个的有脸上打着钉子的，身上纹着身的，什么怪人都有。这些老居民当时就把我们理解成为了是一群社会上的小痞子。哎呦，这帮孩子上我们这楼里这是干嘛来了？其实我能感觉得到，每次去到这房子，所有这些老邻居都用异样的眼神瞧我们。可是这一来二去这不成啊，
这得搞好基本的关系，都是老邻老居的，而且里边岁数大的人是非常多。时间长了，我就没事跟大爷大妈开始搭个起来。我就给人家解释，我说我们是美院的，您别害怕，这造型啊全都是为了艺术。这是个说辞啊，意思就是给人家解释一下我们不是流氓，并且还把这楼里边啊平时哎说话比较有点力度的这么一个老太太请到我们画室看。这老太太进去这一瞧，这才明白，哎呦，这些孩子原来是画画的。我自小啊就招这个老人们喜欢，因为懂礼貌，嘴又甜又客气，而且呀，我还把我们画的不太好的一些作品送给这老太太。平时老太太买个煤什么的，我们也帮着搬完搬，所以一来二去，跟这老太太关系搞得非常好。后边我记得，老太太有时包的饺子、包的包子，还给我们送去。我们画的一些东西啊，或者拿出来什么新鲜玩意儿，也呀拿给老太太。当时处的挺不错的，楼里的邻居慢慢的就接受我们了。到了后边，等在这房子里住了一段时间之后，说话本身就是年底租下来的，没些日子，这眼瞅着就过年了。过年的时候啊，我没回家，还一直在天津待着，然后别的一些外地朋友，有些呀就回到家乡去了。等到当时是决定是正月十五那天，他们才从外地回来。就在正月十四那天，我和一个本地的同学决定提前到这房子里收拾一下，好迎接呀明天回来的这些同学们。那么咱们要发生的这件事儿，就发生在呀那年的正月十四的晚上。这天晚上也是巧，我们俩约定好了6点多在一个餐厅门口见面，准备吃点烤肉烤串，然后就去画室收拾。收拾完了啊，可能是要到我家里边看碟呀、说话呀、睡觉去。但是按照约好的时间进到这间餐厅，我这同学还没来了，好吗，我在餐厅里边碰到我一堆狐朋狗友，干脆我们就吃饭，等到同学来之后一块儿就喝上大酒。喝到晚上9点多之后，这饭后啊，他们就提议要去酒吧。这天晚上，我就跑到当时的一间大的 disco 里边，一下就闹到了夜里的2点钟。等到2点钟从酒吧回来，回来之后，我跟那同学俩人出来不知道干嘛去。你说我回家吧，家离着特远，而且明天啊还得接他们这帮人。最终我们俩商量了半天，决定回画室，干脆晚上找个地儿倒着眯瞪一晚上就完了。明天早晨起来最早班7点多就得到一个朋友，所以这天我们俩是不到2点多钟离开的酒吧。这离开酒吧之后，打了一辆车到了画室门口，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切都是跟往常一样。我们俩每次回去都是先得推开这别墅的大铁门，然后再进到里边，进到一楼的过道里边，往前走个10几步，这才能上那旋转楼梯回到我们的画室。这楼里边设计很缺德，你要是不进到房间里开过道灯，这整个楼道是漆黑一片，尤其这里住的都是老人，晚上一过了10点多人家早睡觉了，没人给你留灯。再加上当年那个年纪，我那手机啊用的是当时刚刚出的那种彩屏，那亮度根本就不够。这楼道本来就黑，满墙的油烟，手机你就是照到最亮，光影啊都不够用的。我们俩两部手机就那么照着，强忍着摸着黑，准备啊上楼去。但正当走到这楼道到头，准备往左转上这旋转楼梯的时候，是我走在前面，这脚朝着楼梯上面迈了还没3步，忽然间往左边一转，我就瞧见坐在这楼梯边上一个白色发光的人影。这人影是半透明的，
外圈啊冒着微微的白光，整个结构能看得清楚，头发丝儿都真真的。但是这人影啊明显是背对着我坐着，瞧不见脸，从身形上看能看得出来是个胖乎乎的妇女，岁数应该挺大了，因为发型留的都是老年代的样子。这个白色光影啊一直坐在这楼梯之间，挡住我们上前面进的路，当时只有我能瞧见他，好像他呀根本瞧不见我。我反应很快，顺势我瞧见他之后，我没选择往后退，因为我快速往后退会撞到我后边这同学。我当时下意识就把身子侧了过去，把身子一下贴到墙上，这下可就坏了，因为躲在我后边这同学他可就瞧见我眼前的东西了。本来我挡着还好点，但是我这同学胆小，他一瞧见了，顺手就拿手抓到了我的手上。当时我们俩大老爷们就在楼梯上啊，一下就把手牵在一起了，而且就能从我同学的这手的力度上感觉他呀也看见了，因为牵手已经够变态了，而且他还抓着我这手，抓的是特别的紧。这时候我们俩是看不见彼此的眼的，因为太黑了，但是我呀就使劲拉了他手，把他的手往墙边领了领，示意他呀你也把身体贴在墙上，现在往后退是没戏了，因为我的一半身体已经跨上去了，咱俩呀侧着从这光影的边上擦过去。接下来我拉着我的同学，我在前边一点一点蹭过这个光影，我自怕我身体碰着的，我同学在后边我都能感觉得到，那手已经开始发抖了。这会儿我还好点，但是我能感觉得到我这同学啊可能这会儿已经快尿裤了。我是先迈上去的，脱离开了这光影，然后我就往上使劲拉他。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我们俩这才转过这个腕，蹭到楼梯的前几节去。到了楼梯上那前几节，哎呦，就好像找着救命稻草一样，疯狂的几步就跨上去，跨上去之后几个箭步直接就迈到我们房间那儿。到了房间那儿，钥匙在他裤袋里，我拿手机照着他口袋，他就开始拿钥匙。这会儿完全就看明白了，我这同学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已经吓得不行了，这手拿出钥匙来都哆嗦，往钥匙孔里插呀插不进去。我这才一把抢过来，把钥匙插进去，把门开开，我们俩这才进屋，打开了灯，安稳的坐在那。哎呦，等坐下来之后啊，俩人就开始讨论起来这事儿了。这话还是他先起的头，因为他害怕，他就问我，刚才你看见的是什么东西了？我怎么觉得咱看见鬼了呀？这楼里是不是闹鬼啊？我这会儿啊，其实要以我往常的性格，我得吓唬他，但这回是真瞧见了，我不敢吓唬他了。他当时那脸色也不像是闹着玩，我就劝他，我说应该不是，好像是什么发光的东西，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夜明的东西。其实这会儿我这是强词夺理，我也想不出来一个合理的理由，我就给他胡说八道。但我这同学也不是傻的呀，直接就告诉我绝对不对，因为他说他看得清清楚楚，就是一个人坐在楼梯那，并且这人是透明的，全身发着白光。哎呦，他描述的这个跟我瞧见的是一模一样。接下来我俩在房间里啊，这气氛就不好了，特别的害怕，把电视机开到大声音，屋里的灯能开的都开开，把游戏机也都给开开了，整个屋里是灯火通明，俩人不敢再提刚才的事儿。当时我同学不知道是听他妈妈还是听姥姥说的，还出去啊，跑柜子里边拿了一把菜刀，一下就剁在地上的地板地上，他可能认为这样能够辟邪吧。我也没说啥，
俩人也没再敢讨论这个东西，就一直躺在屋里边待着聊天。说着说着话，说话那天应该是不到四点就睡着了。睡着之后转过天来，连开门的时候都小心翼翼的。哎呦，就怕呀，一会儿下楼的时候再路过楼梯，发现那黑影子还在那儿坐着。可正当我俩紧张兮兮的从这房门走出去，准备端着盆打水洗把手洗把脸的时候，哎呦，一下就碰见旁边的邻居大哥了。这邻居大哥是谁呀？就是我跟您说之前没事啊，我们给人家油画，人家给我们包子饺子的那个可爱的老太太。我瞧见这邻居大哥之后，先是客气几句，拜了个年，问了几句好。但我这话音刚落，哎呀，这忽然间我就觉得不对了。为啥呀？因为这大哥的右手位置带着个黑箍。还有呢，不单单是这黑箍，我跟大哥问好的时候，这大哥脸色也不对。平时很善谈的这么一人，我跟他拜完年之后，大哥也没回过来给我拜年。此时我就觉得貌似这是有事儿发生的。可是当时这按照天津人的习俗，我又没法起嘴问人这个，这大过年的你说我怎么张嘴啊？大哥，您这怎么带个黑箍呢？家里死人了是怎么着？是不是您说您这样说话这不是找打吗？所以我当时采取的是眼神的办法。我呀瞧了大哥一眼，又瞧了一眼黑箍，再用疑问的眼神再瞧过去看着大哥，人家大哥自己就说话了。大哥当时看着我说着话，这眼圈就红，告诉我说呀，哎呀兄弟啊，没法给你拜年了，过年的时候老娘走了。哎呦，当时我一听我脑袋就木了，这老娘说的是谁？这不是那可爱的老太太吗？这老太太怎么会走了呀？也就是六七十岁的一个人，壮壮实实的，身体倍儿棒。我们临过年最后一次见她的时候，老太太跳广场舞呀，估计能跳俩小时。这您说，这咋话说的？马上我就开始询问大哥，我说这是为什么，出的什么事儿？大哥说我们也不知道，就大年初三的那天早晨起来，他可能是去早市买菜，我们还没起床，老太太应该是六点多起的，等我们七点多八点快起来的时候，这才发现老太太人已经倒在楼梯转角的位置。马上我们冲上去再一瞧吧，我妈身子都已经硬了。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哥就哭了起来。可是这会儿啊，按照正常人逻辑，应该跟着大哥一块嘘寒问暖，跟着人一块伤心，必定跟老太太也有感情。但这会儿啊，我和我的同学已经顾不上跟大哥寒暄了，我们俩应该是顿时一块联想到的，就昨天晚上我们俩瞧见那光影。我说我当时觉得这人的人形眼熟呢。哎呀，这通过大哥今天告诉我的这件事，我一下才反应过来，这不就是我那邻居可爱的老太太。得了朋友们，我这故事给大家说完了，这是我亲身经历，这事儿说到哪儿去我都敢说，我的确是瞧见了这影子到底是啥。您呢，有本事给我找科学家给我解释一下，其实谁也解释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老太太的确就是在那儿坐着，但她没有影响我们，也没有让我们干啥，也并没有吓唬到我们。当时那些所有的气氛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就算我从老太太身边擦身而过，人家也没招着。可是的确这光影我俩是真瞧见了。从这件事儿发生之后，后边我其实没事儿，我不是跟大家在这吹牛，这事儿我能排泄和释怀，但我这同学几个可就不行了，根本活不了，天天就非得说人家楼里闹鬼。后边没在这儿画了又有个两三个月，又找了一间房子就搬走。
这件事儿其实影响到了我后边好多事儿，包括也提及了我当时好多同学的兴趣。就从这个年代开始，从我大一这年的下半学期，几乎我们每天都是在找人询问这些灵异的故事。就因为那时候的积累，再加上现在咱们踊跃朋友们的提供，所以啊，咱家才会出现这么多讲不完的故事。虽然我小时候还有一些奇怪的经历，之前节目可能咱也都说过，不知道您呢听没听见，但今儿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这件事儿，不知道您听着吓人不吓人，但在我心里啊，这是我真正的一次亲身经历。行了，朋友们，今儿咱时间差不多了，那咱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说到这儿，感谢大家，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